二本上，二本你别给我抓，上。第一位顾客，快点上。上来。是那个垮了个踢脸，是不是？就是掏耳朵，你知道吗？采耳，知道吗？这些服务都是收费项目，知道吗？给你免费，你还觉得不太行？狗在采耳要在那睡觉啊，是吧？你看，这么大一块耳屎，看耳屎，耳朵里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哎、好埋汰呀！你知道为啥钢镚不喜欢你吗？就是因为你有耳屎。哎呀，这个耳朵可以吗？为啥耳边这个耳朵干净型的耳朵？是不是听我说话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话都没在右耳朵待太久？干啥？一看铲屎官拿了一个小瓶瓶，知道大事不妙。哎，别别别！墨水啊！我啊，最后一下，来，嘿！你整的我都跑低了。还没低呢。还没滴，哎呀，没滴进去。好，别动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手怎么放衣服里了？还要滴一下吗？那就再滴一下吧。你过来就想再滴一下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不滴了，快走吧。去吧，去，去那边房子，快去甩去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吧，去吧，没事了。